in大家好，我是 Rocky Voice AKA 反骨男孩。今天感觉好想要饶舌，这是饶和我来的，这是饶从我咽的，这是饶舌我喇了。鸭店听说很有名，很多人排队，它是胡椒饼，怎么我买完以后你还 get 塞饼？不是普通的花枝烧，它是花枝花枝烧，花枝花枝烧，我吃完以后让我感觉好烧。 And now and now 听说你的牛轧糖很屌， OK 那给我来一份花生糖。现在累狗累狗，我又要累狗，不止累猫我还累狗，现在看到这个火焰赛之牛，马上吃一口，真的很好吃，不是我在吹牛。3-3 4-4，现在来，马上来了下一个摊位，它叫做葱油饼炸弹，我念错了，是炸弹葱油饼。马上欢迎我们饶舌大魔王。没错，我就是饶舌大魔王，而且我还是你老婆的小王。你以为我是夜市里边的流浪汉？我告诉你，我的手还常常流汗。